瓦片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常见的基础建材，尤其是在江南地带，白墙黑瓦早已形成了一种建筑风格。当然，瓦片的造型和颜色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普通人家而言，普通黑瓦足以遮风挡雨，但是对于大户人家而言，或许琉璃瓦才能体现出家宅的气势和美观。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黑科技瓦片，即将打造瓦片新时代。它不仅能遮风挡雨，更传承了高端琉璃瓦优美曲线、犹如玻璃般光泽的特点。或许它的出现将颠覆全世界的屋顶。当然，它的优点可不仅仅是美观，事实上，它是一种全新的太阳能瓦片。它采取了全球领先的柔性薄膜太阳能技术，创造性的将柔性第九代 CIGS 柔性铜烟加锡薄膜太阳能电池芯片与高透光玻璃相结合的一体化新型发电瓦，是兼具高效发电性能和当代建筑美学的新一代屋面瓦。相比普通太阳能而言，它的转化效率更高，它达17.5%。除此之外，还拥有隔热、防火、防水、保温，甚至是抗冰雹的性能。安装了新型瓦片的房屋，夏季室内温度可比屋外温度低6度左右，因此可以减少空调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它的发电性能极其优越，50平米的房屋每年发电可达5100多度，足够一家人的正常使用，让你从此告别交电费。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此项技术已经获得国家认证，产品质量及安全更是满足相关行业要求。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试试吧。好了，本期的医学科技到这。